最近都不太想工作。为什么？就觉得烦。你那么久没工作还不工作？你真的要退吗？他们问我说啊，你是怎么会主持的？肚子够饿，你就会。你是肚子不够饿是吧？不是，宪哥，我这个他这个太重症了。他动不动就说不行。哦，他真的太容易放弃。太容易放弃，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，对不对？非常悲观。三猪。这种身材还要你说吗？别人吗？他讲的是实话吗？我其实不是真的很悲观，我是做最好的打算，然后最坏的，最坏的打算，最坏的打算，然后最好的准备，对，所以我真的不是悲观，就是我会想到，不好，如果是不好的状态是怎样？就当关主有没有？在高雄，我吓坏了，笑到最后，他一个人在录，一直要讲关主的内容，讲到我们旁边都背下来了，哎呦。真的、哦、对，他整段的没无所谓，这是艺能界，就是我的记忆力真的比较差一点、啊、差无所谓，错的才好，有时候呢，人家说最精彩那一次就是出错的那一次、哦、好了直接给他实测一下吧、来，我们串通经纪人发一个假通告给山猪，要他准备表演内容给我们。山猪，那个啊，大热门有一个新的那个主题，他即时要救火，礼拜二晚上最后一场。然后他是要表演，你要扮蔡英文，三个一分钟的那个小表演这样子，小段子。对，你就想一下吧。好，我想看看吧。好，拜拜。我们甚至串通他的室友一翔。哎，你明天表演怎么样？明天表演还没想。还没想，对啊，蔡英文还在想。可是你蔡英文演那么多次，你应该很有信心的吧？没有，伤脑筋，最近都不太想工作。为什么？就觉得烦。你那么久没工作还不工作？你不是今晚什么12点要交轨？好像是12点。对啊，还有4个小时。4小时后，山猪经纪人却收到。怎么办？我好想死哦！蔡英文超难想。我为什么会接蔡英文？结果录影前一天，山猪主动找工作人员，打算要。现在退来。当不行啊，我没到录哎。因为如果我表现不好，那可能会上，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信。你真的要退吗？可以退，不然这个对我可能太没信心。你的问题，宪哥来告诉我。我是一个很敬业的一个人。那很多人说，哇，你那么认真，那么敬业。对呀。他们问我说啊，你是怎么会主持的？对，你怎么会？你从来会的。我讲了一声，肚子够饿，你就会。什么都要，要养家活口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是肚子不够饿是吧？不是。那么久没有工作，还想说哦，最近不想工作。不是，已经那么久没有工作。问题是出来说他没有小孩，先去生4个。不是，不是，你面对人家说洗稿洗灯。摸壁加猪喊鸡，对不对？搞西单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嘛。你接下这个通告3天的时间，但赶快积极努力去想，会有压力。想到临着要表演那一刻，也有可能让你侥幸过关。你只要认真去做了，不成功都算不失败。